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月季花是一种非常贴心的花卉，只要大家养护得好，它基本月月都能开花，养在家中再合适不过。怎样才能让月季花开爆盆呢？其实用三种小玩意儿扔水里，月季花就能开得美轮美奂，比激素还管用。这三种小玩意儿就是杨树皮、大豆以及芦荟。大家可以在道路旁捡一些杨树皮，尽量将杨树皮弄成小块，准备一个塑料瓶，在里面装满水，将晒干的杨树皮放进去，同时再加入20克的黄豆，捡一下芦荟，将芦荟捣一下，然后也加入水中，将容器密封起来发酵，夏天只需要发酵2周即可。发酵好之后兑水稀释，肥水的比例为1:200，黄豆加水腐熟之后就变成了氮肥，而芦荟汁里面也含有大量的维生素、氨基酸和各种矿物质，能够为月季花提供充足的养分。在里面加入杨树皮，能够帮助改善土壤环境，这样月季花就能月月爆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、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